窗家园爱故乡。Thank you.
白云这么高。
这里边也稍微丰富一点，还有草啊。
去上面洗，人多不怕，真的人多不怕的。对啊，人多不怕是吗？不怕我，你杨哥罩着你。杨哥他也姓杨。哎，看我烧火，不烧。没有他走路壮，好不好？搞了那一肚子的鱼啊！哎，赶紧去吃点肉，等一等。好了好了，房子给你洗一洗啊！房子修小点，快点。你要买那个木头啊？要切一块钱啊！不要洗啊！麻烦你了。你买啊！买点木器，买点木器，不是过来买木器。自己玩家的吧？慢慢的，不是不能，不是来的。等你洗干净啊，慢慢的啊。这两个老真心都骗啊，谢谢。
两个。慢慢的吃吧，实在不行就去。哇，太绿了！那我再阴阳
很好吃的，你尝喽。我也是觉得这不红啊。你看红不红？可以的。尚未结束，国景区将继续严格执行防疫措施，请来访游客入景之时不要带携行码。排队好，对吧？
难的，我能做到吃素。
接待上线，我景区将停止接待，谢谢您的配合。
是欢迎远方贵客到的意思。待会我们的土家幺妹唱完一段山歌过后，现场的游客朋友，咱们大家同心协力跟着我们的土家幺妹对上一首山歌，没问题吧，各位游客朋友们？好，那么今天咱们的蓝门礼正式开始，土家山歌唱起来喽。好，那么刚刚我们的土家幺妹唱的是一首欢迎远方贵客到的意思，要进入我们的寨门口啊，咱们大家先得把山歌唱起来喽。好，那么刚刚我说过，我们的幺妹唱完一段山歌过后，接下来就要看现场所有游客朋友了。来，现场的所有游客朋友们，咱们大家来一首，不会唱啊，唱什么歌都行。那我们这位小朋友，你来举个头好不好？唱什么歌都行。来，咱们大家掌声欢迎一下。来，你们两位一起好不好？来，妹妹跟姐姐一起好不好？我们就在这边唱，就在这边唱好不好？要让后面的姐姐阿姨都看到你们好不好？来，唱红旗像党，来来拿唱，来来，共产党像太阳，像太阳照得大地多辉煌，多辉煌，人间处处处处正能量，爱你的歌天天唱。我唱清风，清风扬希望，我唱神州，神州梅花浪，我唱北溪向小康，我唱家园爱故乡。我来献上一曲好不好？哦，可以的。啊，